刚找出来哦，我把你变作消波块。那像我知影，你真正甲柯小春掠走，咱唔难免合作。咱兄弟的定位就到今仔日为止。阮小弟一个再来，咱赶紧离开，回当地了嘛。小雪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为了保护巴特的囡仔，我一定想办法离开这。我给你三秒钟，时间若到，你搁唔紧？会相信什么人？我嘛唔知啊。顾天文，天文，你莫抢救要创啊？赶快安放开！你还上飞？你的声音听起来哪会这么熟悉？刚讲的是啥哩？我知影你无希望，我甲天恩搞哦。瑞希，我绝对没有，我会今个想想第二摆折磨，这种痛苦袂当再发生，拜托你走好无？是的。这查某囡仔拢顾袂好势，你搞找出来哦。我甲你变作消波块。那像我知影你真正甲柯小春掠走，咱唔难免合作。咱兄弟的定位就到今仔日为止。阮小弟一个再来，咱赶紧离开，回当地了嘛。小雪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为了保护巴特的囡仔，我一定想办法离开这。竟然跟警察合作，害我去用通缉，我若无甲你架死哦，你唔知影厉害啊！紧甲伊放开，莫搁一吵再吵啊！我给你三秒钟，时间若到，你搁唔紧？会相信什么人？我嘛唔知影。顾天文，天文，你莫抢救要创啊！紧甲伊放开，你还上飞？你的声音听起来哪会这么熟悉？刚讲的是啥哩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